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咁又唔识，而家牧师都一方面都筹备紧想当年啦。咁其中我近排牧师同我哋全职食饭嘅时候都倾开想当年嘅时候咧，就九六年双水事件之后啦。咁呢牧师当时都讲咗一个段落，都系讲帝国阴谋，即系好多关于呢一啲即系叫做美国压抑咗嘅科技啊，同埋好多呢啲资讯啦。咁当时因为我哋啱啱经历紧。当年就经历紧双水事件嗰、那个后遗症啊，一路被打压嘅同时咧，突然间就系发觉啊，佢美国 hit 咗一套叫 X-Files 嘅剧集啦。咁佢里边就讲咗好多咧，就当时牧师主嘅信息里边提到关于 UFO 嘅资讯。咁可以咁讲啦，对于我哋石安嚟讲咧 ，UFO 呢个题目就真系唔新，因为牧师喺跟进行都最少有三篇信息都解释咗成个 UFO 嘅概念。当然啦，嚟到今日嚟讲咧，就好特别，因为就好似头先文伟问嘅问题啦，就当牧师突然间啊呢段时间有感动讲 UFO 嘅时候咧，哇！突然间佢就太阳报啊、英国啊、美国突然间爆咗好大量嘅关于 UFO 拐带啊，好多呢啲 UFO 嘅资料咧，就同步喺呢段时间出现。咁所以牧师呢个就会唔会真系？系我哋根本时空穿梭嘅，我哋一路系带领紧我哋而家嚟到呢一刻咧。就真的要重视一个 UFO 的大迷惑咁样。是啊是啊会啊。因为其实当我慢慢发现了我们就 Freemason 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完全对全世界的历史和他们的操控有一个整全的认知，是完全跟我们讲帝国阴谋的时候完全不同的。即譬如举个例 ,Tesla 的科技就现在更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压抑它。即比着 Freemason 是要压抑它。因为太早出的话呢，其实就只不过将这个丧钟敲响了，太早敲响。其实我们的科技已经是对比 Tesla 来讲呢，已经是落后了最少，以现在计划，是以现在计对比它当时呢最少都落后了100年。咁所以想想，哇，如果当时已经是这样的话呢，变成第一，现在很多东西一早穿崩了已经。而并且呢，人类的科技已经是去到你很难制造骗局，唯有就是说制造骗局的这个去做戏咁样将呢样嘢制造到一个假象嘅话呢，美国最高嘅一批绝对做到。因为由上太空至到而家你发觉佢哋绰绰有余去制造假局。咁但如果人类嘅科技提升得太多呢，咁变咗呢个假局就更容易穿崩了。即举个实际嘅例子呢，起码喺当时当我哋见到喺呢个嘅双子大厦有飞机撞埋去嘅时候呢，我哋都会觉得好像喎，但而家以而家 CGI 睇返，嘩好低能喎，咪最低能就係佢个飞机撞落去嘅时候竟然连渣都唔剩返，明唔明啊？即係你可以搵搵入冇晒嘅吓，个引擎呢吓，嗰啲实嘅铁呢一件都唔见到抛返出嚟㗎喎，伏一声入咗去，真係好 CG 喎当时，係咪？即係而家我哋就会发现啦，点解会咁讲，你系识睇变形金刚嘅时候，你发觉无论点撞击都仲有啲渣喺度㗎嘛。但你当时呢 ,911 是冇渣㗎喎。咁你諗下，你见到变形金刚通常变到好似一炸菜咁样，飞嚟飞去蹦嚟蹦去㗎嘛。係咪全部你会发觉嗰种硬度都好似一炸菜，唔似坦克车㗎嘛。但你个飞机个 engine 系几咁硬，嗰个差唔多系一个实心最硬嘅合金嚟㗎嘛，你直接冇某一样嘢弹返出嚟。喂，你水做㗎，你嗰个咩嚟嘅，咁真係好似而家我哋去沃迪士尼啊，或者 Universal Studio 啊，睇佢啲爆破场面一样，就系净系爆火嘅啫，但系就冇件物件弹翻出嚟嘅，系咪？即系，但系当时就系咁样咯。换句话讲，如果当时已经系 CGI 去到而家咁，你睇到场咁嘅嘢咧，你会即讲话你系曹大华拍噶，你咁你点信佢系真系会搞一一事件啊？系咪？所以而家就明白点解会完全要受控啦？呢啲科技，但相对亦要爆出嚟俾你有人做。统治有人做操控，并且个操控咧系好统一嘅，直情系好统一，好似为咗某一样嘢去推进落去咁样嘅。咁而事实上喺当时帝国阴谋嘅时候咧，其中一个牵涉到我对敌基督嘅了解咧，有少少都几哈利波特嘅。其实
點解哈利波特咧，即係唔需要解釋 magic 咁樣啊嘛，係咪？但係咧，相對現時越嚟越長大啦，越嚟越現實啦，對現實越嚟越理解嘅發覺，如果你太過哈利波特嘅話，你好難導致啲人喺信仰上真係有一個叫做選擇。其實越現實嘅就越係一個好考驗嚟噶嘛。咁但係點解我當時會話覺得迪基督好哈利波特咧？即係變下魔術啊，用一啲魔術棒啊咁樣。因為原因就係咩呢？原因就係話佢點解決到一樣嘢，就係到全世界都直接敵對基督徒咧？佢點解決呢樣嘢咧？因為點解咧？因為就算而家我哋講除基督教以外，另外嘅四個儒釋道耶會呢扎咁嘅宗教，佢哋同基督教第一佢哋自己唔係統一嘅，第二佢同基督教唔係咁敵對噶，係咪先？咁所以變咗你邊度可以揾到人係可以剎那之間廿四小時即刻敵對基督教咧？以現時講，因為始終嗰啲教咧，佢唔係有個不斷會即係有內功啊，有時有 YouTube 咧睇到好多內功啲假嘅咧，即係唔係有啲咁嘅人物出嚟不斷有咁，然後製造個 credit， 然後突然之間去統治嗰啲宗教，然後敵對基督教噶嘛？嗰啲其實完全係抽象概念嚟嘅，道教只有一紮抽象概念，儒家一紮抽象概念，回教頂曬老生仔生到爆棚。系咪？即系南亚裔，即系佢点统治世界先？你会唔会接受一个南亚裔？佢话俾你听，我生咗200个仔，然后统治世界，你会唔会接受到先？统治世界，统治南亚裔都勉强啦，系咪先？喺现代嗰度，但系喺实质上同基督教对抗，但系又好隐藏嘅，只有 UFO， 佢好真嘅，佢系个个都会好留意嘅，而并且佢突然之间会变成一个。好关于生命安危的一个决定的。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心听真言祷告，现在你唱出诗句，诚心仰望求告，心只怕你知道，想虔诚叩问在你跟前向你倾吐，心中依靠你无惧发抱，全然没害怕，只因有你怀抱。我满在乐中，沿途唱歌倾诉，因有你慈爱结伴旅途。愿奉上赞美，破灵里祷告，在每日与你走窄路。路途中有多惊怕，你大爱我每天也感到，看着你带领永朝着一路，我凭着真理不却步，你是神辅助我给引导，慈爱在我的身边天天拥抱。